3月11日到3月17日，十二生肖该周运势，属蛇、属马跟属羊的，走在夫妻的宫位，夫妻恩爱如初，而且如影随形的相伴，是令人非常羡慕的。包括休闲娱乐、登山活动、出外出游，都能够甜蜜恩爱之外呢，夫妻感情的增进就靠这甜美的一周。